在2022年，我发布了2期11本阅文打13本的素材。第一期用的是《天女矿珠》，第二期用的是《超法狗球》。通过视频数据反馈来看，大家对此类视频的追捧度还是很高的。作为2023年的第一期视频，给大家带来的是《天皮超攻》，希望大家在新的一年里可以像天使一样天天开心，皮卡一样愈战愈勇。超工一样，箭不虚发。这期素材来之不易，也请客官们给一个一键。